那么欧盟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合伙界涉疆问题搞政治操弄，目的就是通过打人权牌、搞乱新疆、遏制中国。那么欧盟、美国、加拿大啊，英国、加拿大一些反华势力，自封为人权判官，妄图充当人权的教师爷，对自己犯下的罪行闭口不谈，反而称新疆啊实施种族灭绝，啊简直是厚颜无耻。欧盟、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一些人宁愿相信反华势力编造的鬼话， 也不愿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，宁愿纵容三股势力的拙劣表演，也不愿正视新疆发展进步的基本事实，宁愿拉帮结派搞小圈圈，也不愿相信国际社会众多国家和有识之士的正义之言，为了插手新疆事务、干涉中国内政，他们丧失了理智，丧失了良知，也丧失了底线。